Hardstyle 的话，现在目前是等级两等 ，Refine 这边还是一等而已。中路的 Fofo 往左边一站的话，就会遇到草丛来的 Kasa， 这边把 Fofo 给顶飞 ，Maple 是闪上去硬签 ，Fofo 闪现过墙，但 Kasa 也是跟闪，搭配着女王之路的伤害拿到了首杀。哦，下路这边的话是一个三人到了下路的防御塔，再加一个 TP 是四人强杀玻璃这个点位上面。而且 TP 的小明这边是承受两下炮车这个炮塔的攻击，一个顶飞摸里面电飞高高的走后面一个隐形进场，搭配着 NL 的伤害交了治愈之后，虽然被物件兵出一顶，血量有一点点危急，最后是100点的血量逃生，想要来拼这一个蓝 buff 的重击。鲁芬手中重击其实是好的，一个滚动球头，这蓝 buff 要开始回家了。哦，这边400点血量，肚子加重。是把蓝 buff 拿到手，卡尔萨一个反弹加猛袭，是顶飞了 JT 的两个人，后面是舍神的一个殿后上 Q， 再加上 NL 闪现过来的暴击 ，Refrain 要倒，卡尔萨利用一个女王珠转死 Refrain 之后，后面杰哥也被留了下来。哇，这么多，这两个人来中，一次两个人，再加上 BB 的一个专注射击造成了不错的伤害，疯狂倒了，让卡尔萨拿到一个双杀之后 ，BB 也被击杀，现在是三个人的围殴 ，BB 被猛袭给顶飞之后 ，BB 留下来，拿到了一个 Triple Kill 的卡尔萨，短短的六分钟就已经有多个人都进账了。对啊，而且 Refrain 吃到一半，发现有一个猛男直接撞进来，特别抠了 Fofo 过来一个肚子，再加上爆破球头把 Kasa 给往回一炸，手上靠着圣的大绝，这边伤害好高，虽然说一个阵地底，但是 BB 的一个草场转身 fail， 最终是由 Maple 的龙威怒火拿到这个击杀，而且 Fofo 想要来进行反打，现在 Barsa 今年的下半部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就是为了压住 Refrain 的酒桶。而且是把对方的多个人都给逼了过来，他利用一个猛袭先把 Refrain 给顶飞，女王之路转啊转的，现在又是两个人的残血，大兵剑命中了之后，后面是舍神的一个闪 Q， 但后方闪电过来支援的人没跑，是拿下杰哥的脑袋，连酒桶也走不掉，让卡萨再前一颗人头，接连的是策动了下半部的一个进攻之后，是让闪电再拿到了一个击杀数。相信比赛的队伍，那我是觉得 JT 其实还是有时间慢慢的发育。哇，杰哥跟 BB 这边位置危险了，来看一下这一波的夹击闪电如何来策动，看起来目标是转到了 BB 身上。NL 开启了轨道，说再加致命不必，直接把 BB 给毙了。后面的杰哥能不能走掉？没跑是单人在后方牵制住杰哥，再加上龙黑怒火单杀掉了杰哥。哇，这接连的人头掉落，感觉上就像 Climber 刚刚所讲的 ，J Team 是一个大炸裂的状态哦。现在应该就是直接把你的中塔也给转掉。就卡玛他只要一个 W 或这个 E 牵到你的话，应该是进直接开大。哇，中路又是一波夹杀，是卡萨搭配着远程的一个 NL 的狙击。又把 Fofo 收入口袋里面，直接开了鬼步，也躲不过对方的狙击。闪亮不给这个机会，他是直接把兵线往前一压，但是这个是枪，这边是 JT 的一个尝试的进攻。NL 这边的话，这边对方也控住，再加上一套的连段，直接让 Fofo 收下这个击杀。兵站也到来的情况，来看一下这个逃脱能不能成功。Fofo 还在缓兵逼战，后面交通赶了过来，但现在应该会想要让这个兵站来到 BB 的面前来参与一下这个击杀，引擎一出手。但后方的话，这个兵站应该是不能掉电力剑，还在跟 BB 做对打，但是一波伤害灌下去 ，BB 打出正当兵风的效果，专注射击射下兵站。可以看到 Maple 这个死帽。哇 ，Refrain 又要被霸凌了，被治愈毒品定住，华丽线步一开 ，Refrain 溜肚子过墙，但卡塔是闪翻，后面兵站也跟上，想要做控制，但并没有命中，后面是反了一个进场 ，BB 被顶飞之后又要倒下，卡塔一个啃咬，直接把 BB 给杀了，后面又一次是下搭配着圣的一个到来，来看一下这波杰哥可不可以顺利的撤退，莫莉也赶到了，来看看舍神这个正当兵风效果被打出来之后，搭配着后方的裂地，直接把这个人头收入口袋，然后把这波兵直接送进去，对方的上路二塔节奏打得很快，哇，但是二秒被推到就要闪现。卡萨的怀抱当中，利用卡萨当中，我正在风伤害好高，闪现过去一个熊武飞也在踩在了变动系统上面，是只有一段的一个子弹，再加上一个军的持枪，然后并没有让人真的飞过去，后面被卡萨给留住，直接被击杀掉了，是一个单杀，卡萨打得跟鬼一样，这边是继续往前进攻，梅普也抱了过来，杰哥这边虽然收下了，但自己也要倒下，然后密战的引擎收下了杰哥的击杀，接连着都有人头落地，但是全部都是由闪亮这边完全的优势哦，都是很好的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很好的支援性质哦，就观看一下，等一下闪电如何利用 BB 战这一个分推。但是这边已经打了起来之后，并没有在后方开启一个华丽谢幕，但瞬间酒桶就已经被融化掉了，准备要继续做追击。但是这边其实，在闪现这里已经做完了控制了，关键因为 Refrain 身上带的是重骑哦，所以闪电是马上开启了这一条巴龙。看一下这里 JT 有没有办法打？模拟一个物件兵柱，先把所有的人卡在那个巴龙里面。哇，编制之枪也是一样，但是后方的卡卡是拿到了巴龙的这一波是闪电来进行一波的反打，拿到了 BB 的人头之后，模拟这边应该也是要倒下，但还好他身上有闪现，闪现过墙逃脱跟队友汇合。但这一波闪电是拿到了巴龙，再贴一颗 BB 的人头，还有 Refrain 的击杀。闪电也是打得格外的小心哦，这队友虽然没有损到太多血量。没错，这边是跟 Maple 一起汇合，从中转到上路。米娜这边是直接套了一个卡玛的群盾，半条 HP 的一个护盾子。牛头来这边想要撤动，这个阻断一下 NL 的一个黄线，但是全部被……这边是被杰哥给吃到几发子弹的伤害哦。Maple 是利用自己的走位扭过了，但中路的情况下面，在不断的换线情况下连。
这个 Mila 也慢慢的往头上靠了，是他是霸气霸。这个群盾效果非常的卓越，卡尔这边虽然说承受对方大量的伤害，但整体来说 HP 并没有损失太多。NL 被误解兵都卡了一下，都是一记出手打在 NL 身上，兵刃都在，再加上一个爆破中的 NL 被炸击，但是这个盾子 NL 装着活超级久，他正在原地不断的做普攻，完全不一开，从后面魔力在啃 NL 你这边是没有看到魔力的位置吗？但是后方的美宝是在对方的珠宝双塔之前拿到一个双杀，但魔力这边想要来 carry 游戏，一个误解兵把对方的自己给阻隔开来之后，现在是林家跟卡尔两个人在一起做进攻，现在是 Maple 再套一个群队要让队友拉开，但是刚刚 NL 是站在原地被那只克朗德啃到死的。那另外一边蛇蛇其实是想尝试绕背来做控制的，目标应该转在 BB 身上。BB 从这边走，射了一个万箭齐发，从大地攻这一枪，但 BB 这边被留了下来之后，后方卡尔的控制枪可被打到，结果绝了神之盾挡掉对方一发又一发的狙击伤害。BB 在后面击场一个隐形，先把 BB 跟 Molly 还有 Momo 三个人给炒下来。但 Momo 这边的输出点位非常的不错，后方是两个坦克扛住了 BB 的位置，被致命步兵给打死了。这边 BB 倒下，失去了攻击点位，再个隐形往前。Momo 这边被盯上 ，Molly 还在做拉打，这边卡尔拿到了一个杀阵继续往前闪亮的追击，默默想要逃，却无飞檐。但后面卡塔这边是想要进场真正，反而被阵地之翼给推翻。后面是秘密的一个潮闪，搭配着美宝真眼后的轮回路，我拿到了杀。看起来这一场比赛，闪亮已经完完全全的踩出了整个风向了。6-2，一个非常差距极大的一个比数，我们看到这个闪亮已经压进秘密塔里，而且是拼了对方的高地主堡之前的双塔，想要来直接结束游戏，来看一下这一个36分钟的时间点，决定要如何来进行防守这一个群盾。非常高的一个盾值，让现在决定是难以来撼动对方的一个走位哦。这里非常高魔力，用他的扩散效果把兵给击压。哇，这防御塔是瞬间倒地的情况下面，剩下只有一座了，再加上一个猛禽旅费也被融化掉了。后面魔力虽然说状态还不错，但是所有闪亮成员视若无睹，直接点珠宝。来看一下这一场比赛，三比零。